反正我们课堂的义理是反反复复在听，而在佛堂上，除了上课保持肃静之外，其实我们也没有其他的要求。最大的希望就是每一个人在义理听闻的当下，我们能够自己拿来去对号入座。接着我们文昌帝君就把他前面讲的话，他就做了一个总结。他说，于是训于人焉，这个训不是教训，他是有一种开示、引导、劝导的意思。他希望大家在听闻了他前面所讲的这些悯人之孤、容人之过的这些的应该有的心量之外，然后每一个人能够谨言慎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讲这个人字，天地之间有这么多的动植非浅，然而只有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才有资格，也才有机会走修道的这条路，也只有人才有机会去接收到圣贤义理的一个熏习。他单挑到一个人道而言，那我们就问自己，我们知道自己是人类的一份子，可是我们能够确切明白做一个人应该具备的资格是什么吗？不是我有四肢百骸，不是我有嘴巴会说，不是这样子。在圣人的一个教诲当中，他有提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是所有来到人世间的人类他应该具备的一个固有的道德。我们人为什么在上天的眼里看起来是如此的一个尊贵？当我们遇到劫难的时候，上天还要降道才不会玉石俱焚吗？为什么只有万物之灵的人类可以得到上天如此的一个慈悲？那是因为人的身上有这八种固有的德性，人有自由的意志，可以让这些德性透过他自己本身把它发扬光大。他不但能够自己站得住，他还能够帮助那些鳏寡孤贫乃至于不同形体的那些的物种，所谓静物之性嘛。那我们做到了吗？所以称万物之灵，是因为我们具备可以将八德行诸于外的权柄，其他的动物就没有这个能力啊。那我们再来看，那谈到人从哪里来的时候，其实过去我们在一堂课里面专门跟大家讲的，你我都是色界二禅天里面的第三天哦，我们不是欲界来的，我们是从色界二禅天的第三天光阴天来的。光阴天也叫做极光净天，在这一天的天人，他们在对话的过程是没有用声音的，他张口嘴巴里出来的光，对方就能够接收到你想要表达的一个意思。那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人世间？我当年进道场研究黄母训子十诫的时候，讲到三山坡前母子分离嘛，我还记得家里面的那个儿子，他就问了我，老母娘为什么要把我们丢到地球上来，把我们丢下来，然后又要派人把我们找回去，他为什么要这么麻烦？那是后学刚进入道场，我根本也没有涉猎过经典，黄母训子十诫基本上是我接受道场的第一步的训文，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但是如果今天来问我，我就可以讲了，我们是当年在光阴天天福享尽的天人，不是老天要把我们丢到这个人世间，是我们的天福享尽，所以陆陆续续来到这个人世间。所以地球早期地表上没有这么多的人，而且我们散布到世界各州的，因为你是从天而来，所以你天人的那个能力还在，也就是你不用两只脚走路，你可以飞行的。而那个时候的地球还没有所谓的这个什么样的光线，
那因为是光阴天的天人，所以它本身会发光，也等于是一个照明的设备了。而我们是来了之后，为什么回不去？因为你贪恋地球上的点点滴滴。本来我们没有男女之情，本来我们没有男女的形骸的，是在不断的嬉戏玩耍当中，这个心念有的变化，于是男女的形骸的形体就出来了。所以当初我们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我们不是父精母血合合出来的，我们就是一点灵光，所以来去是很自由。可是当我们有了这个不当的情欲产生之后，再来的天人就必须假借父精母血，他要去投胎了。这就是现在地球人类产生的原因，这是依着佛经里面记载的很清楚。当你有了色身肉体，有了四肢百骸以后，你想要飞在天空上你就做不到了。然后随我们所造作的一些的行为，我们对于人世间的一个情爱的一个留恋，我们就越来离天越遥远，就再也不回去了，回不去了。所以我们用这一段经文去跟当年我们读的黄母殉子实践做一个比照，你才知道即便是道场的训文，其实他给的答案都是佛经里面所讲的。那我们既然从天而来，那天的德我们身上就有，天的德，天的高明，地的薄厚，把高明薄厚换成一个具体的文字的表述，那就是你我身上的性德。佛门称为如实不空，你的德用，儒家称你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你把这个东西发扬光大了，你从哪里来，你回去的地方要比来的地方更为的高哦。所以你我来到人世间的目的本来是为了修行的，可是我们却在没有别人提醒的状态之下，我们忘记自己来到人世间为了修行，为了学习，最后就在一连串的恩怨情仇里面，我们迷失了自己，然后大家就搅在六道轮回头出头没，互为冤亲债主。你看多冤枉啊，枉费这一点灵光啊。所以我们再来看，做一个比较。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做人生七十古来稀，对不对？啊，现在的医学这么进步，科学这么发达，天冷了有没有，有这些所有的暖气，还有这些衣物的织造越来越进步，薄暖轻，跟早期不一样，盖的棉被很厚重，现在你家里如果盖棉被应该没有这么困难。年轻人如果稍微日子生活过得比较享受一点，他冬天开暖气他照样穿着短袖。可是在这样的一个良好外在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的寿命真的比上古时代高吗？后续把这些的数据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人寿平均是百岁，是八岁。在周朝成康之时，就是武王刚走之后，那个时候平均的岁数是也是一百岁。你用释迦牟尼佛跟周朝做一个对应嘛，都是百岁。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周文王是97岁，武王是93岁。我们97岁、93岁，我们在哪里？人家还在日理万机呢，我们就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了，因为手无缚鸡之力了。你还觉得自己比过去人更聪明、更了不起吗？那推到更前面的时候，那大禹的时候106，舜101，尧117。那现在整个地球，不分国界，平均寿命是多少？73.3岁。这些都有数字，你们可以去把它找出来的。你如果用释迦牟尼佛的百岁跟现在的73岁做一个比较，中间是不是减了27岁？它就符合释迦牟尼佛说的，地球上的人类的寿命
每百年减一岁，减到最后就只剩十岁。长寿的人就十岁了。那为什么？因为人心太恶了，因为你本有的那种善良的本性你没有发扬光大，所以强者凌弱者，聪明的人就去什么？去驱使那些比较老实的人，他就衍生出很多愤愤不平的事情出来。当怨气太多的时候，老天就会出手了，我们造的业终究由我们自己本身去承担的。所以释迦牟尼佛离现在大概也就是2700年左右，所以佛说的话你不容漠视啊。他数千年前就告诉你的，人类的寿命只是递减啊。所以我们如果活过74岁以上，你在这个地球上就已经算是高寿的人了。那台湾的平均寿命我讲过，坤道比男生多2岁，女生好像是80岁左右，男生好像78岁左右，透过疫情的变化又相对的减了1岁多。那这个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句话是谁说的？其实它是出自于唐朝的一个有名的诗人，叫做杜甫。杜甫是一个爱国诗人，他因为受到不平等的对待，被皇上给贬到这个所谓的偏僻的地方，那生活相当的困扰，很困穷啊。所以他曾经写了《曲江诗》啊，他在里面就提出了“久在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那是一种感慨啊。生活过得那么辛苦，那唐朝离现在呢，也差了很久远的一段时间。所以你把圣人讲的话跟我们现在有一个正确的数字做一个考据，我们去做一个对比，我们就会对于自己能够听闻到圣人的义理而且坚信不疑，你会感恩的。因为你相信你就有福，因为你会改变你自己。改变你自己不是说地球人73岁我们都活在同样的岁数，有些人就长命百岁，健康的长命百岁，有些人有一些国家的平均寿命28岁的也有，很早就走了。所以共业之下有别业，别业就是我们自己造作的那个命运啊。那我们的人的身体的高度，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做比较？这是告诉各位前贤，你身上的点点滴滴你要负完全的一个责任的，你怪不了别人。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那如果我的爹娘就是矮矮的，我长得很高，那不是很奇怪吗？这种属于遗传因素的你也要把它提出来。要不然你看到某某人，哎呀你这么矮，那课堂上这样讲你可能很缺德哦。那不是矮的人缺德，是讲人家缺德的人他本身就失德。所以这一句话我要给他说在前面。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人生长8尺，其实我们如果看一些古书的记载，以三国时代常讲昂长之躯8尺之躯，对不对？8尺有多高？8尺相当于现在184公分，他不是用1尺30公分来算，那以前人都200多公分，个个来打篮球的，他不是，他的换算的比例不一样的。那每过百年的时候，身高减1寸，释迦牟尼佛都说出来了，千年就短1尺，所以现在人平均的身高是6尺，隔了2000多年了。那当寿命在增加的时候，人的身体就跟着增加；寿命在减短，人的身体就跟着变矮。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天上，在兜率陀天想万八清福，人类进入到末法时期，你很容易推算出来多久以后就是这个情况。你再来人世间你看一看，哎呀你都是格力佛，巨人来有小人国。当你寿命递减到剩10岁，请问你的身高剩多少？
现在全球的平均身高，男性是173.1公分，女生的平均身高是160.9公分，都在递减当中了。当然在这个当中，有人会特别高，有人也会比较矮，他的父母特别高，他就会比较高。荷兰那边的人很高，那我曾经无意当中在听到荷兰的报道，荷兰的人有一个良好的风气，全国的人都喜欢布施，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上的物质上的需求非常的简单，大大小小男女老幼都乐于布施。所以他尽管是一个小的国度，可是男男女的平均身高都高，整个任何东西你要从现实生活去探讨，你找不到答案。你如果从圣人所讲的立论上面去找寻，你就会看到他为什么那个国家平均身高这么高，他有他的脉络，他有一颗慈心啊。当然不代表他们都是每一个人都很好，是说平均的比率啊。那所以《优婆塞戒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说，后世众生身长八丈，这是指弥勒佛来人间开龙华三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来到人世间，众生的平均身高不是八尺，释迦牟尼佛降生的时候，南阎浮提就是这个地球已经是五浊恶世，弥勒佛来人间，人间是净土，他只有好人没有坏人，所以人的身高平均是八丈。那这个戴德佛堂还容不下我们的身高吗？人寿的平均是84000岁，它代表一个极大值。所以人的寿命的长短跟你累世因缘的造作有关系，它绝对不是你我吃好的用好的。那有钱人都是他们，他们得到最妥善的医疗照顾，他们可以有专业的医师在旁边伺候。我们纵然经济好，你家里有一个专业医师24小时陪着你吗？都没有。那可是那些有钱人还未必个个长寿啊，你在社会的新闻没看到吗？所以有一天将来我们参与龙华三会的时候，各位前贤，你今天所听的道理那个时候都会浮出来，因为它存在阿赖耶识里面，它不会消失，你再来印证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当然一定是对的，因为佛是不会说错话的。所以人的福报，过去的人的福报比现在的人来得重来得厚，你说怎么可能呢？过去的人住在洞穴里面，然后住的屋子那么简陋，我们现在都是楼房，都是怎样？各位前贤，你觉得你住在楼房它不是人叠人吗？你在你家卫室洗浴室洗澡上厕所，楼上相同的地方也有人在上厕所啊，想过没有？我们的居住空间是受限的，我们拥有土地的持份是有限的，过去人那个土地都是他的，那为什么过去的人福气比较大，现在比较轻？经书讲得很清楚，人为有德所以有福啊，你要有德你才会有福，这个福就是福禄寿，长命百岁，聪明智慧，身体健康，都是我们希望有的。那这个东西从哪里来？你要培德啊，德是本啊，本固才会知荣，这也是王凤仪先生一再强调的，性是根，命是果，命是宿命啊。你的身体的健康、长寿、聪明与否，这些都跟你的性德的发扬光大与否有直接的关联性。所以你不论涉猎哪一教的经典，以我现在所得到的综合答案就是，你修道如果不修心，那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积了人的人间这么多的福报，来生再享福，一享福又迷了自己。所以当人的寿命在递减的时候，就代表他的福在递减，造恶的人多了，福在递减。福如果是福里面最爱的就是寿命，
寿命递减，它外在的物质的环境就在递减，我们没有觉察到吗？这一两年来要什么没什么，不要什么来什么。我不要瘟疫，它瘟疫就是不肯离开。我要一些我需要的生活上的一些必需品。在过去你有想到买一个鸡蛋那么辛苦吗？我排过队呀，我还不是买什么好鸡蛋，我就买一个普通鸡蛋，乡下买不着，我台北市也买不着，这都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体会出来的。当菜价昂贵的时候，各位前嫌稍微经济拮据一点的人，难道你不要稍微打打算盘再去购买吗？那么明道啊，霸瓦空是不是一颗高丽菜小小的，有没有也是100多块钱，还是一半，这些都是在告诉你。所以你没有去研究道理，你没有警觉心，你就会像过去一样随随便便的就度过这些的岁月。那我们现在的福有没有在减？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来看，这是佛在经书讲的，当人类走到越后面末法越灭法时期的时候，七宝剑已没，人世间贵重的东西不见了，五谷渐欠收，这个应该有这种体会心的，衣食渐艰难。最近阿根廷一个新的总统当政，他一上任就把国内的币值贬了54%，我如果没有记错，也就是你啥事啥错事也没有做，然后你家的钱从100块变成46块。如果100块变46块，物价相对的便宜，那也无话可讲，物价是不断的往上奔腾，是108倍，108，通膨达到108%，这些都是数字啊，这些都是发生在你我眼前，你可以看得到、听得到的。国内有超过一半的人是平民阶级，你不觉得自己很幸运吗？我们纵然没有吃香的喝辣的，我们还鼓励大家休息时间请到下面去用点心，还要用这么请托的精神，然后你还要考虑一下，我下楼会不会太累，然后我的体重是不是要继续维持，你还有选择要不要吃呢？还没有吃以前不是好不好吃，看一看要不要吃。你如果处在这种贫困的国家，那比他穷的有没有多着嘞？还有容貌见丑陋，所以我们不知道中国的四大美女到底有多美，但是要找四大美女可能以后越来越难，人会越来越丑。为什么？相由心生，心不好了，心像蛇蝎一样毒，他的长相怎么会好呢？然后知禀见昏愚，也就是越来越不聪明了，越来越笨了，精神渐耗弱，神经衰弱，精神不好，六亲渐不和，这个可以体会出来吧？离婚率，夫妻失和，两代不和，手足戏强，朋友刀割相向的新闻还少吗？杀破心你都会接到诈骗电话，他用什么声音来诈骗？就是你的亲人来诈骗，实际上他是冒充的，结果弄久了以后，每一个人就是胆战心惊，接到真正亲人的电话还要怀疑，你是真的吗？你真的是我爹吗？你真的是我子吗？为什么？你被骗怕了吗？那现实生活六亲不和的多不多？多吧。富亦渐繁重，也就是你的生活上的负担越来越多了，这个物价一直在涨，台湾的电费早晚要涨，还有水费，现在台湾是很便宜的，水火盗贼见真，这是很简单的。当普遍处于贫穷线之下，我吃不饱穿不暖，凭什么你过的日子比我好？他就饥寒起盗心了。
所以为什么圣人都一直呼吁，在乱世的时候最需要圣人义理的教化？因为有圣人义理的教化，即便我自己这一生生存的条件不好，我也不会为非作歹。可是没有圣人的一个叮咛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因为自己没有，别人有，我起嫉妒之心了，他就会烧杀掳掠了。人家只会绑架有钱人，不会有人去绑架那个三餐不济的穷人。把你绑回去，他养你吗？是不是？佛法见凋零，这是最可怕。为什么？不相信的人越来越多，善人见衰衰残。所以我们有机会做善人的时候，你就做。以后你可能想做都不敢做，因为你怕别人知道你是善人，善门一开有庙，有一些处心不好的人，他就会趁火打劫了。这些在佛经记载更为详细，后学看的是胆战心惊啊，心惊啊！几十年前看到这些还没有特别的感受，那这些年来以现实生活见到的跟经书记载的，后学只有一种什么？只有一种无奈。圣人已经告诉我们，但是地球的众生还是朝着既定的命运去走。因为你不没有机会接受圣人言教的熏习，你就不可能改变自己。你不要说别人，你就我们一贯道的道场也好，我认识的几个人，他就从来不听道理，他从来不听道理，所以他的脾气毛病闻风不动。你说他不修吗？他不是坏人。你说他修吗？他尽做一些给人家增加负担的事情。所以没有道理，修行要起步是很困难的。接着我们用很容易评比出来的我们的购买的货币来做一个比较，看我们人类的福是不是越来越薄。在三代的时候，流通的货币是用黄金用白币，买东西是用黄金在购买的。到汉朝的时候，从汉高祖开始那个时代，他开始用白金。当然你可以知道白金的价格不比黄金来得高嘛，对不对？到后来到了清朝的时候，他用银子。到民国初年的时候还有银子的交易，都有。银子不足了，就开始什么铸那个铜钱，用铜。你看连我们握在手上的那个财富，各位浅显，你都可以一窥端倪。这个就是七宝五墨。黄金属于少部分人能够拥有的，以前过去的人都有。我们在读咸鱼经的时候，舍利弗过去生他是一个很贫穷的工人，他最喜欢的就是累积那个碎金，他的工资就是碎的黄金，然后把那个工资一罐一罐累积起来。在佛教里面，印度那边也经历过这样的一段岁月。何谓七宝？金银琉璃水晶砗磲珊瑚琥珀，这些东西我们现在都少见了。以我们最熟悉的珊瑚而言，澳洲有名的什么大堡礁，是不是？我们台湾澎湖这一带海底面不是也有一些珊瑚吗？因为我们人的一个造作，温室效应，海温升高，因为我们制造了很多污染的东西，这些水流到了海里面就污染了那个海水，然后就让那些珊瑚不能生存，它也越来越少。那我们现在有的东西，各位浅显，当铜没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大部分是纸币、纸钞，对不对？大部分还不摆在自己的身上，你摆的只是一个数字。主人是谁？主人是银行。想过没有？如果黄金摆在家里面，它还可以购买，有一天发生变动，
纸钞是没有用的，一夕之间它可以化无乌有。阿根廷是一个现实的例子，新巴威国家几乎没有国币了，因为一兆的新巴威币只能当一块美金来用，请问那个还有意义吗？都没有。那就讲一个纸币所带来的一个后遗症，它是一个故事。那《优婆塞戒经》里面，释迦牟尼佛把这个地球生存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以一个恶人因缘力故，另外一切五谷果寡果履悉皆减少。有一个人去造恶，就因为这一个坏人的原因，他就会让他所生存的那一个空间。”外在里面的一些我们要维持生存的这些食物，它会越来品质越坏，然后它会外在的生存环境条件不符合让它去生长，他们这样的东西情况越来越恶劣，我们不是务农的，那我们所吃的就越来越糟糕了。好的东西它不会生产，然后就这些不好的东西它又稀少，你购买的付出的经费就会越来越高，所以外物一切资产减少。年冬岁末了，很多国家不平安的，大陆是清寒那边一个大地震，是清寒吗？甘肃省那边整个村庄就震得七零八落，本来房屋倒塌它还有空隙，我埋在屋檐下面，我还可以喘气吗？等人家，等国家派人来救援。你哪里知道，因为这个地震，将附近的一条河川，把它里面的整个的污泥全部都震到什么？震到这个村庄里面去。污泥的东西，它是有缝就钻的。我看那个新闻报道，那个污泥拿起来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泥巴啊。那你埋在下面还能活吗？你没有活的机会啊。这个灾难是越来越多啊。那你看到美国现在的那个暴风雪吗？你看到加拿大吗？我们觉得日子过得很清幽啊，可是外面还有很多的国度的芸芸众生在受天灾的一个什么一个所谓的考验啊。那每一个天灾过后有没有带动一些资产的减少？冰岛嘛，那个火山爆发嘛，村庄一撤，请问你那个屋宇不都毁损吗？夏威夷的那个贸易岛，一个森林大火，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一切资产减少臭烂，世人殃有几一天下。所以不要小看一个人做坏事，一个人坏事就等同在这个地球上面投下了一个恶的种子。那相对的，如果有一个人做好事呢，他就有一股善气。所以为什么说你参班听道理也有功德？因为当你参班听道理的这一刻的时候，他是有一股善气的，这个善气往外去冲，它就能够影响周遭的氛围变得越来越好。这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原来我只要坐在那里专心听课，我也可以在不动的前提之下，我营造出了一些的功德，而这些的功德对于这个世界上人都能够产生一定的正面的一个效应，这个叫做善气冲天啊。那作恶的人会带来恶气冲天吗？那我用行善去抵减他的杀伤力啊。所以我们不是只有一个人去做善，我们要带动一个风气，我们不是一个人去走修行的路，我们要鼓励我们所有认识的人，他认同我们这一条路，我们一起走修行的路，他才能够凝聚出一个庞大的力量，也才能够让这个末法时期的进展，它恶劣的程度，它能够慢慢的在进行，而不是一瞬之间就到达那个位置。所以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多啊，你道理明白，你就能够
在你能力范围能做的，多多与人为善。所以一个地方，一栋住宅有一个修道的人，各位请写，他都是一个好的因缘啊。所以莫某要三千嘛，这些都是我们修道人，你在不知不觉里面，你对于这个地球村，你所能产化的，产生了一个善磁场的力量，这些一点都不夸张。所以刚刚讲，我们现在是用纸钞，台湾发生过一件事情，新闻闹得轰轰烈烈，或许看新闻知道了，在2012年6月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她一心想要出国留学，所以她大学毕业之后，她就苦心积虑去各四处去打工，自己生活过得很勤俭，好不容易打工就攒了100万元，她把这些钱原封不动摆在自己家里面，讲是保险箱，我在猜大概就是一些铁罐子之类的。她为什么要放在家里？当时记者有访问她，她说摆在家里，当我一天工作很辛苦回来，我会看看这些的纸钞，算一算，我就会有成就感，我第二天才有更多的力气走出去继续打工，因为他兼了很多差呀。结果有一阵子过于忙碌，在4月的时候，我这个四目字打错了，2012年4月的时候，他在把那个钱拿出来要点，因为也已经累积的差不多，准备要出国，发现那些钱全部不见了，不是遭小偷，是个白蚁都吃光了。因为你天天在点钱，而且你在那个空间保存的不够好，它都有白蚁。那我们的纸钞上面有一条防卫线是金属的，只有那一条线没有被吃掉，其他都吃光了。新闻为什么会爆出来？因为他后来拿了这些线，对不对？去台湾银行兑换，可是很糟糕，只能够见识出来20000多块钱，其他的90多万就化为乌有。那如果我们是黄金，如果是白银呢？那个白蚁可以吃得掉吗？那个白蚁必须请良好的牙医，我脆皮都派皮啊。可是纸钞就没有这个保障了。这些都是告诉你，当人类的德越来越薄的时候，福就越来越薄。从我们最常用的货币就可以看出一个端倪。接着，文昌帝君就举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事故，叫做愚公。愚公治愈大兴四马之门，治愈就是做法官的意思。以前在地方上的行政长官，他也兼具着司法的权柄，他可以审案判案，决定一个人是杀还是放。那这个愚公呢，他是管理好几个县市，他本来只是一个狱吏，他在管理这些地方老百姓的刑事案件的时候，他因为存心很良善，就反而积了很多的阴德，以至于他的后代子孙受到愚公的庇佑，个个有没有都出人头地。所以我记得当年我进入道场的时候，然后有看过一篇的讯文，其实要从事律师法官这个行业，他是要很崇高的道德标准，而且你要经得住外在压力的什么一个这个排山倒海而来。如果你个人的私欲太重，你就很容易在审案的过程里面，他就因为偏私而有冤狱的情况。这几年来台湾也出现了几宗啊，这些我们都可以透过新闻媒体看到的。那我们来看这个愚公，他为什么能够本来从事司法的一个所谓的审核，他是很容易造恶的，偏偏他在这个职位上面，他能够积出了很厚的德性来保佑他后代的子孙。
因为他在判决任何一个案件的时候，他拿到了一个准绳，就是他判这个人是该关该罚还是该杀，美绝而无恨。受到惩罚的人从来对他没有怨言，因为他在审判的过程都依着证据去做，而且尽量宽容对方，设身处地替对方想，绝对不会轻罪重判。所以被判刑的人从来没有怨恨，也因为他的公心一片，不但公还有慈心，所以地方老百姓非常的幸福。他是东汉时代的人。那有一次他家里的房子坏了，房子坏的时候，因为平日造福老百姓，所以地方父老啊，那些木工啊什么的，都希望到他家来替他做一些事情，来报答他对地方老百姓的一个照顾。当时这个愚公就跟来的工人讲，他说：“我管理地方老百姓的这些的刑事案件，我从来不曾冤枉过任何一个人。我自认自己积下了很多的阴德，我的子孙必然会兴旺。所以今天我家的大门坏了，你们在改装大门的时候，你们把它加宽，把它加宽，把它加高，免得我的子孙将来出人头地的时候还要重新再改装嘛。”容四马的车胜，四马就是那个大门可以让四匹马进出的，这代表他的后代子孙官高啊，所以来往的这些高爵位的人也多啊，才需要把这个大门如此的一个大幅度的改变。后来他的儿子于定国做了丞相，封平西侯，他的孙子永吕也做了御史大夫，他就一个人在立身处世里面就庇佑了他们家两代的一个子孙。所以我们纵然不是所谓的一个刑事官，我们也没有从政，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角色扮演的当下，我们确确实实也要对很多人负责啊。你在家庭里面，你难道不要对父母对公婆负责，不要对你的配偶负责，对你的儿女负责吗？你在职场上难道不要对老板负责吗？这些都是你角色扮演当中你该负的责任，我们做了没有？千万不要只想权力不尽义务啊！讲权力的话一毛不可以少，讲义务的时候把别人推到前面，那你就不要去想后代子孙可以昌盛了，因为这个就是没有做对事情，你得不厚，你就会伤害到后代子孙。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在一个地方的父母官里面，他最忌讳的事情就是刑及无辜，或者接受别人的贿赂，或者轻罪重判，或者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就是双方的立场，我因为受到贿赂，所以我就把他颠倒了，那这一种冤气就很重了。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嘛，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所以当我们的官高位高的时候，你的权柄越大，你的立身处世要更为谨言慎行啊，因为你影响的层面太大了。所以这个愚公他做一个地方的管理者，掌管了百姓的生杀大权，他因为处心良善，行事公正，所以庇佑他的子孙都能够高官厚爵。但是历史上也有执法过于严苛而没有后代，也就是绝子绝孙的故事，也提供一个给大家参考。这是明朝末年，高邮州有一个姓许的，这个人也是地方父母官，可是当他判一个案子，他派下面的衙役要去捕捉这些犯人的时候，他有规定你要多少时间要把他捕捉回来。你如果超过一天，比如我给你五天的期限，你第六天才捕捉到，超过一天就打你五下，这个打杖刑是很可怕的，活活打死了大有人在。有一天有一个衙役
要捕捉的犯人相当的一个狡猾，他就延迟了6天才把这个犯人抓到。那以这个徐姓大官他所定的规矩，也延迟了6天，1天5下，6天就是30下，30下的杖刑，各位浅显，年轻力壮被打死的都有。那这一个衙役就百般乞求，就讲原委，因为真的不好抓，我真的也尽责在抓。可是这大官讲，此例不能开，开了以后，我下的命令别人就不愿意服从了，就硬生生就把这个衙役打下去，不到30下就活活打死。打死以后，这个消息就立刻传到他家里去了，因为要把这个尸体丢到他家里去了。他的那个儿子年纪还小，爸爸白天健健康康出去，晚上成了一堆尸体回来，而且皮开肉绽，小孩子就被活活吓死了，看到那个样子就被吓死掉了。他的老婆1天之内，先生死了，儿子死了，就觉得生着没有意趣了，没有希望了，所以当天就在家里面上吊死。这就是一个人，当你对人过于严苛的时候，你所带来的后遗症有多大。一直到什么，到这个徐某离开了这个任，离开了这个官位，他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他自己本身有一个儿子，因为是独子，所以自己非常的疼爱有加。有一天这个儿子就突然病倒，找了医生也治不好他，病倒以后一直没有清醒。那那一天清醒以后，对他的父亲讲，有人追我，讲完以后有没有，他又昏了，又昏倒过去。过了没有多久他又醒过来，醒过来讲话的口气就不是那个儿子，就对着这个徐某讲，我当年到底犯了什么大罪，你竟然要把我活活打死，然后逼得我一家3口全部都死绝了，你不让我们家的人活下去，我也不让你们家的好过。所以当这个儿子跟他的父亲讲完这几句话了以后，他就死掉了。我们也知道是谁附在这个人身上，然后这个人徐家就没有后代了。所以同样在做一个工作，你的心量宽宏与否，与人方便与否，他所带来的结果是显然不同的。所以用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不是说你今天要做那样的一个官位，你才能够与人方便。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哪里不能给人方便呢？你都可以啊。所以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啊。这就是透过这个故事要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啊。接着讲完这个窦燕山的故事，我们就可以休息了。窦燕山是5代的燕山人，燕山是一个地方，他到30岁的时候还没有后代。古时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家里面的人都非常的一个着急。关于窦燕山的生平，他有2种不同的一个解读。第一个是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仗着家里有几分钱，四处在邻里当中欺负别人，然后做生意又不老实，大斗小秤，然后以不好的卖给别人高价，是一个恶人啊。有一天晚上他就梦见他的祖父跟他讲了，他说你如果继续作恶啊，你不但没有后代，而且你还会早早死掉，所以你赶快要改过向善，回头是岸。这是第一个版本。然后另外一个版本是什么呢？他是讲他是历史上5代后周时期的大臣，或许去查过这个资料，确实历史上有这个人物。他的父亲很早就死掉了，他是母亲抚养长大的，他本身很有才学，他对母亲也很孝顺。他结婚以后一直到30岁都没有后代，于是有一天就梦到了他的祖父跟他讲，他说啊，因为你过去生不曾与人为善，而且你也做了一些错事，所以这一生你才没有后代的子孙可以传习你们家，传习我们家的香火，而且你这一生寿命也不会长的。
那你要改变这些现况，只有多做好事，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那这个窦燕山醒来以后，想起祖父所讲的话，他就立刻付诸于实际的行动。我个人比较偏向于这个版本，因为我觉得一个无恶不作的人不可能做了一个梦第二天就360度的翻转，比较困难。他本身有这个德性，所以他能够接受他祖父所给他传达的讯息。那他醒来以后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因为是在地方上为官，他把他每一年官职的所得扣除家里面一年所需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外，他其他多余的钱全部捐出去救别人。举凡邻里当中有人娶不起老婆，嫁不出去女儿，死了没有棺椁可以埋葬的，或者没有能力请医生看病的，他只要知道消息，他就一定把这个钱送出去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历史上统计他有生之年盖了40所的义学，凭他一己之力，不简单啊。然后他不但盖了学校，还聘请老师去教导那些弱势族群，这些都是提供穷人在读书的。而他自己家里面的生活非常简朴啊。到后来他连生了五个儿子，个个都聪明俊拔，都在朝廷为官。我们的五子登科的故事就是从这边来。所以前面经文在讲什么？说他这个择五贵，对不对？那择五贵，其实贵就是你考试参加考试，你有中榜的意思啊。所以当他陆续做了这些好事，果报现前。然后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祖父又托梦给他讲，他说这些年来你确实做了很多的一些的功德，所以你的名字已经挂在天朝。挂在天朝就是将来死了要到天上去做仙啊。那这一生你可以多延三计，一计是12年。那这个窦燕山他活到82岁，可能预知自己的死期，那一天把亲朋好友都找来在他家里面，然后跟大家在谈天 说笑之间，他就走掉了，得了善终。这是历史上千真万确的故事，所以就应了我们前面所讲的嘛，人唯有德啊，才唯有福啊。所以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要去行善，要去培德，要去造福的管道很多啊。对于那些穷人，给他食物；对些那些天寒地冻没有钱买衣物的人，你给他衣服，或者给他施以医药，这些都可以。或者面对人家在争吵有不和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要两舌啊，我们从中让人家能够和谐，任何事情都能够平和落幕，这也是因功啊。所以我们过去常讲嘛，口有四恶，恶口妄语，两舌其语。两舌其实就是跟这个相反，不要见人家起争斗，我们乐于去平息一切的什么一切的纷争啊。然后面对那些智慧不是很高的人，我们愿意引导他，愿意帮助他，这些都是济人的事情。你未必要拿钱财，你未必要千里奔波，这都是你在日常生活你我都可以做的。重点就是我念念都有爱物之心啊，这个物不是东西而已，包括人，包括其他的生灵，我都有爱物惜物之心，那老天就一定会赐福给我们。那最后要谈到救以中状元之险，那这个故事又很漫长，我们就等到下一次上课再跟各位前贤分享。